亲爱的三年三班同学们，大家好。今年因为疫情严峻的发展，让我们的毕业典礼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呈现。今天我很高兴在6月4号这一天重回我们班。首先要特别感谢是威达老师，包括长进，可以把这些祝福的话传达给我三班亲爱的你们。当踏进我们三班的教室，让老师勾起很多的回忆。谢谢过去2年3班的你，3年3班的你，为我们班上创造了很多点点滴滴的回忆。不管是高二时的创意进场，篮球比赛时候的驰骋挥汗，拔河比赛时候的童美娟，这一切都是属于我们美好的回忆。谢谢过去你们的努力，为三班的每一个时刻都在创造经典。虽然疫情的影响让我们有所遗憾，但因为我们都彼此努力为班上创造了许多，这些的回忆将成为永恒。在人生的路上，因为有了遗憾，让我们更学会珍惜、体贴，还有把握当下。祝福已经在申请上面有学校的同学们，在未来的大学生活里可以有精彩的生活。现在正在为指考努力的战士们，一定会成功，一定会金榜题名。也祝福你们，希望各位可以在这个艰难的时刻好好的保重自己，为我们的生活能够好好的保护自我，守住健康。祝福各位以及家人，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以岁月静好。祝福三班的每一位孩子毕业快乐，慧老师爱你们，谢谢你们，有你们真好。